好莱坞巨星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 （Leonardo DiCaprio） 出道多年，当年他凭借出众的外貌，还有精湛的演技，虏获了无数少女的心。他22岁时凭电影《铁达尼号》男主角杰克一脚红遍全世界，那时候他的颜值真的超级高，时倾向下三角，现在人到中年的里奥纳多身材发福，但他是童星出身，以前可是五官标志的美少年。看看他偶像时期的剧照，那时候还不流行修图，长成这样简直太夸张了，完全就是盛世美颜，时倾向下三角。近日一名粉丝小老鼠 Avenue 3 NGRS 小老鼠透过 APP 将里奥纳多性转成女生，用的当然是他年轻时的照片。快来看看变成女生的里奥纳多是什么模样吧。时倾向下三角 APP 能够柔和脸部线条，加上简单的妆容，将短发变成长发。少年时期帅气的里奥纳多经过 APP 修图，一下子从潇洒美少年变成绝世大美女。时倾向下三角女生版本的里奥纳多脸部线条柔和很多，但五官非常精致，尤其是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似乎在诉说着千言万语。时倾向下三角网友们看到后忍不住惊叹，连好看的人怎么样都好看，美丽就是美丽。不管是男是女，她都是美人，有些角度简直神似艾玛华森。时倾向下三角还有网友帮英国硬汉汤姆哈迪 Tom Hardy 用 APP 修图，没想到也是一个气质美女呢。年轻时候的里奥纳多真是帅得词穷莫辩，如果真有这样一位女明星，只凭那盛世美颜就能吸引无数粉丝吧。